你的学妹又上贴吧，人气王啊。怎么下面还有人骂你？跟我没关系。哎，你看人。人美声甜，如果是我女朋友，嘿嘿嘿。这人说话怎么跟个变态一样？这照片拍的还不错。哎，怎么还有澡堂门堂照片？跟踪狂吗？哦，对，你不知道，就大一的时候啊，有个男生纠缠邢路飞，走到哪拍到哪，他后面也不了了之，不知道是谁，重出江湖了。喂，你干嘛去？回趟实验室。你上午不刚去过吗？大晚上出来干什么？你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说什么有了各自的生活，都是幌子是吗？口口声声让我去拥抱大学生活，没想到你只不过是害怕了。你该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我们没办法继续了吧？庭轩，你真的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吗？我们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考虑什么？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。可能你对待感情上面有一些误解，可能因为你没接触过太多的人，我们俩第一次做同桌关系亲密了点，你就把友情错认成了爱情。周思月四年了，你以为我自己没确认过吗？我无数次的在心里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喜欢你，还是只是青春期的错觉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我只能确定一件事，那就是我对你的感情。你见过的人够多，你就能肯定你对我的感情是友情，不是爱情吗？我能肯定。我不知道你是在骗我还是在骗你自己。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。我先走了。天天拐弯抹角的，有什么话就不能直说吗？还要让我确定我自己是怎么想的，我用得着你说吗？气死了。还有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每天阴阳怪气板着个脸让我猜猜猜猜猜，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我看你就是个木头。还有你，看什么看？
看什么看啊？看什么看？别以为你个子小就不敢欺负你。失态了，失态了，对不起。我怕你太累了，你有一天消沉了怎么办？那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呢？那我一定会无条件的帮助你，陪在你身边。我来投奔你了。说什么天长地久，在那里海誓山盟，男人果然都是骗子。你说我今天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干嘛跟他说那些话、啊、以后见面了怎么办？我都不知道跟他怎么说。哎呀，你就别抱怨了，你至少还可以见得到人，我连宋子琪去哪了我都不知道。好惨啊，女的。冰雪，我想到一个既能帮你又能帮我的两全办法了。什么？洗耳恭听。说呀，为啥搬出来？现在每天上班，上完班去医院，到后面结束都半夜了，宿舍都关门了，所以就索性找了个地方搬出来住呗。嗯。哎，你是碰到什么事儿了？打架了。我也打架了。我也记过了。我也记过。我分手了。哈哈，你看，听说了，咱俩不一样、啊。你跟他就没正式在一起过。还有脸说？你爸妈知道这些事儿吗？知道呀。差点没被我妈骂死，我爸你也知道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避避风头。嗯，那沙迪呢？嗯，我跟你说了分手了吗？你少糊弄我啊！你们俩分手跟家常便饭一样。我没糊弄你，这回可能是玩真的了，以前都是他甩我。这次是我单方面甩他，我也算是支棱起来了。再给我装，那我咋办？我哪好意思跟他说这些？分了也好，省得耽误人家大好青春。你打算躲多久啊？你躲多久我就躲多久。来来来。